虽然我并不是一个书虫，但是我今天来到了图书馆。因为在这里，除了看书，你还可以看到绿植，可以玩游戏，可以拼图，可以织布，可以跟别人交换杂志，可以看电视，可以使用电脑和打印机，可以买二手影碟，也可以买二手书。你能买到老掉牙的唱片，还有拼图、游戏、有声书和 CD。 我喜欢来这儿买书，这儿的书很多，很便宜，而且有专门的图书管理员给它分类整理好，所以很容易找。我不太喜欢在图书馆借书，因为借书还得还，我总是会忘记什么时候要还，而且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看完，过期了的话还要罚款，总之就是很麻烦。